陈副主席，以及咱各位代表先进，咱在座咱每一个各村的来自咱各村的村长，以及咱在座咱所有咱的记者先生、记者小姐，大家午安。我是东山公所，以及咱代表会所有的团队，伫遮要来向咱乡亲来报告。针对咱今年咱缅怀先人遗书咱的扫墓这个所有的活动这个东山公所以往的同款，阮有做真好的一个便民措施尤其咱东山乡目前有四个公墓针对咱便民的部分咱伫过年过，咱就已经来请咱的人来除草吼。尤其咱今年以鼓励被公墓三月初三这个地主真侪这个鼓励民众的需求嘛真侪，所以过年过，阮就已经有请人去做拔草但是即马因为碰到这个雨季吼，所以草嘛已经有小块骨发出来。所以有一部分咱的乡亲因到时阵再来替阮来留意这个部分这边面其他就是阮的运输的部分尤其伫阮第二公墓咱伫润泰这水泥厂遐，阮今年同款有派阮九人座的这个车辆来做运输，但是嘛是要来请咱的这个民众来戴口罩，来防范这个武汉疫情的关系。必须搭乘免费交通接驳车的时候必须要来戴口罩所以除了这一外，就是阮有准备了咱的手套，搭咱的所有拔草的工具机清洁用品矿泉水以外今年阮嘛来提供这个环保扫墓就是讲烧金纸的部分是不是咱民众卖伫现场来烧，会当交予阮清洁队员来处理。摕着恁个要予咱个先人个这个金纸这个会当来阮个服务站遮来换一个保鲜盒金纸用金纸来换我们的这个保鲜盒来做好这个环保扫墓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伫种种个这个过程内底尤其咱今年都碰到武汉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一撮咱碰时也无方便，造成部分的无方便，嘛要拜托咱所有的乡亲，会当来见谅。东山公所一直秉持着来服务乡亲便民的这个措施，我们会尽量来做到最好。所以伫遮来感谢代表会咱魏主席、陈副主席带领来支持咱公所这个活动，嘛来感谢咱所有村长。伫地方来替阮宣导，来替阮大家共同来拍拼，即个再次来感谢。所以我即马嘛来请阮代表会副主席来针对这个扫墓活动来台湾面的，即个来请副主席。